大半夜的，怎么又不见了？ 我在洗澡，起码窗户关上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窗户坏了，给我关不上了。你洗吧，没关系的，正好跟你聊聊天。不过，你为什么在院子里洗澡啊？ 打开盆，白天晒了一天，井水都热了，就不用烧柴了。还挺节俭的，你这个妖怪。那，你身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水要凉了。你洗吧。请回避一下。